这座山景住宅毗邻阿卡迪亚学校，可提包入住，坐北朝南，位于一条安静的小路尽头。对于厌倦了城市生活的您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家，只等您的到来。该住宅优雅讲究，拥有开放式的设计，超大面积客厅，大窗户，早晨带来充足的阳光，下午送进凉爽的微风，独立的大型家庭活动室，电动或天然气的两用壁炉，可以邀请许多家人或客人来一个温暖的聚会，配有早餐桌的厨房。宽敞的主卧室有步入式衣帽间和挑高天花板，营造出轻松的氛围。另有两个面积适中的卧室，光粼粼的游泳池和内置烧烤炉是完美的娱乐场所。非常感谢